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大清早，我妈这干啥呢？不嫌冷吗？啊妈，你这是？哎呦，宰鸡呢？这是啥情况吗？今天我哥住啥？住的骨头？这啥骨头帮子吗？啥？牛尾巴。牛尾巴。啊妈，这是啥情况？今天是要来了吗？啥？咋回事？还是你亲家要来？哦，丫头回来了，还吃鸡肉呢。丫头来了，住个半边啥应付下行了吗？你还把我鸡宰了一个，那么肥，你看，这另外两个就到时候给媳妇家添上几顿啥的，你钱不给我宰完咋办嘛？还有的吗？不多了哦。看我这骨头棒子，这是牛尾巴上那块，你看看肉还是挺多的，看到没有？脆骨这块。花椒、大料嘛，因为牛肉嘛，生姜这些都放着啊。千把骨，你做啥了吗？千把骨？这千把骨到底是啥样的一个情况？千把骨嘛？哦，这就是千把骨，其实就是萝卜的亲戚嘛，是吧？炖汤啊，干特别好。萝卜的阿胶。看，小可爱，你看，哎呦，看到肉肉小瘦瘦拍的，你看你脏娃娃，你看，哎呦。哎，这长大以后要成小马的御用男演员了。你看这吃肉吃的，小手是脏的呀，脏娃娃。对对，俺是可爱。哎，拿着骨头控了，看到没有？新疆小伙伴，哎呦呦，一看这小可爱吃的香的，这嘎子应该吃肉。哎呦，你要胳膊往哎，对，这阿姨大口哎。看你吃多香，这两个牛尾巴熟了，一人一块。嗯，好吃，黄黄的，草标有氧，好吃。奶奶，你孙子把肉都吃完了，你咋弄了？开始炒菜了啊！热锅，热油，炒家里土鸡了。一直翻炒。家里的母鸡哦，那个鸡油比较多，所以清油少一点。它越炒的油越多，多少时候是吧？你看这个油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油，看到没有？一般院子里面这个鸡哦，就是我们家炒法，先把它炒干，炒干之后里面那个腥味就没有了。炒干之后就炒之前啥都不放，然后这配料完就很省事儿。里面可以看到葱姜蒜，然后辣椒、粗盐，又放点小茴香跟花椒，都放了点啊。然后这样一个个的倒进去就行了，倒进去之后就翻炒，炒，哎，把香味中间的炒出来了啊。然后等会把这个自己加那个粗辣椒面撒上点就可以了，然后把那粗点的辣椒面放上点啊，放了。出锅的时候把青红辣椒、葱段、蒜苗放点啊，家里头有的稍微绿的，稍微一翻就可以出锅了啊。看这颜色，哎，这脚出锅喽！我姐下午吃完饭就要走了，我妈要把后院子小白菜给她带回去一点。这就是老百姓的每次你们说的样子，要把车上塞满东西。看这地方是鸡刀的，哎，苏可爱，你把奶奶的菜你看看，今天的菜系啊，我哥收的那个牛尾的那节子骨头，然后土鸡儿。然后这是院子抢麻骨汤，然后我们小可爱今天你看，哎呦，心疼的，好，看我妈这骨头啃的啊，嗯，这个肉汤煮的这个太香了，嗯，好不好吃啊？加了个腿嘛，嗯，你尝香不香？嗯，香，香吗？嗯。今天丫头一回来，天气这么好。还有我们家小可爱，你看，小可爱一吃肉就开开心心的，哎呦，镜头感那么强。嗯，啊，小东，这音乐天分啊！今天到哪了？这是啊？吃饭喽！这都烂了吧？烂了吗？嗯。我说大清早咋突然宰了个公鸡是咋回事啊？母鸡还公鸡的？嗯，这个鸡喂了几个月了，这鸡到时候了，喂出来了啊。嗯。然后就弹痛，这种炒法也特别好。嗯，我姐前面说呢，吃大盘鸡嘛、辣子鸡嘛咋吃，俺不知道的。
就是最让鸡炒干好吃，这样。不是，现在是金秋十月啊，十月底了。哦，十月底了，你看今天的这个阳光还这么好，今天天气比较好。在院子吃饭，你看还热热的。现在是萨子坤收了嘛，今天特别好。小麻布。嗯，鸡肉啊，牛骨头啊。小麻菇，嗯，萝卜的啥弟弟吗？舅舅啥也不知道。这回娘家的感觉真好，是吧？嗯。丫头这段时间也辛苦了，真的开学了嘛？开学比较辛苦，今天回到娘家了。娘家就是女孩子的这大后方嘛。回来了，我们也把女儿犒劳一下，犒劳在那辛苦了。嗯。我觉得生活这块不愁呀，嗯，对，就是太忙了，马老板现在，嗯，又是回家又是娃娃，单位也忙，吃是主，这是个噱头嘛，主要是回来和爸妈聚一下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常回家看看啊，就是，对，好好的吃顿饭啊，今天就是完美的一天，今天，对，我们也借着女儿回来了，好好吃一顿。